挑战一天只吃黑色的东西吃早餐，先来个黑金棒速速啃。还是一样的，屁屁长毛，脸色发黑。OK， 现在去用刀刀把它请出来，然后扔掉大肠，冲个两凉，盖上盖子，送兄弟上路。每次都是切片吃，这次咱们直接开啃，当汉堡啃，耶！非常扎实的 Q 感，嗯。准备午餐，中午来一块好像像出土文物一样的黑金榴莲披萨，再加上一杯黑咖啡，哇，好好吃啊！里面的馅你不是不应该吃吗？就放过，没有这中间的那个，它算个啥？啥也不是，皮儿薄肉厚，晚上少吃点，来一个黑色的薯片和黑蒜。我这个薯片很厉害，是辣鸭脖味的。再包一个容易让人孕吐的可爱小黑蒜，哇，好洋气啊！